多謝大家今日嚟聽我講呢個分享會啦。咁我叫 Leo， 我係香港嘅 Leica 攝影師。好高興啦！咁我舊年11月咧就同阿新意合作，就搞咗一團去古巴嘅。咁啊，在座亦有一位朋友同我一齊去啦，好唔好玩啊？好玩。第一次去，大家就第一次去，咁我就事隔咗差唔多一年啦，咁就終於有機會可以將我影過相，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頭先阿新嘢開幕式都講啦，即係我哋係，即係或者我咧，我係主力做人民攝影嘅。咁或者唔知咧，即係可能有啲人都唔知咩何謂人民攝影啊？人民攝影係咪即係喺街周圍影啊、偷影啊？係咪即係同影完之後人哋講粗口，跟住笑笑口走嗰啲咧？咁其實當然我覺得即係唔係啦。即係我諗，因為我覺得做人民攝影係暫時我覺得對嚟講都有少少艱難嘅。艱難的原因就係因為喺攝影嘅範疇裏邊咧，永遠都係風景啊、人像啊，或者係打卡食物相係最受歡迎嘅。咁而人民攝影咧，好似又可能唔知係咪因為比較難去觸摸或者難去做得好，所以大家都比較冇咁為意啊。咁但係即係我都希望可以即係嚟緊即係香港又好，國內都極力推廣人民攝影呢樣嘢。咁啊好啦，講咩為人民攝影咧？其實我諗冇講咁多啦，不如我播一段我喺舊年古巴影過相一個 slide show 俾大家睇下，睇下我影啲咩相先，睇下我係邊一類型嘅攝影師先。好快啊！首先就是一個相片合輯，當然啦，去了成10日古巴就影過5000張相以上啦，咁就精選了10多張相俾大家睇下，即係大家知道我影啲咩風格嘅相啦，即係何為人民攝影啦。咁你或者你睇得到頭先我影嘅相，大部分即係你見到就算人像啊或者所有嘢都唔係一個預先安排情況下嘅，係去到邊揾到啲合啱水心水嘅嘢，靠觀察去靠影嘅。咁或者我講講我哋舊年嘅行程點行法先啦。咁嗱，舊年我哋去古巴就主要就去咗4個城市嘅，咁落機就喺夏巴拿啦，咁跟住就去咗西恩富哥斯，跟住就再去千里達，第四個就係聖克拉拉，然後就再翻夏巴拿，咁有 total 成個行程就去咗11日，十日啦，咁就走訪咗呢4個城市，因為如果你講緊10日裏邊4個城市已經好足夠啦，已經有啲少少趕添啊，因為有啲話去邊度睇嗰個San Diego，我覺得嗰啲就真係太遠啦，可能要14日啦，或者21日以上啦。咁就精選咗4個地方先啦。咁好啦，即係我諗嗱，呢個分享會我最主要講就係我喺古巴嗰10日裏邊見過啲咩，影過啲咩啦，或者我可以分享下我當時點解會影張相啊，或者一啲技術啊，或者一啲心態啊，點解會咁做啦？咁啊，我好中意我嘅分享會咧，就隨時你問問題都得嘅，隨時舉手問，我就唔中意到最尾你先屈屈埋埋先舉手，好唔好意思舉手問咧咁樣。嗱，如果你大家有咩問題，我即時問，唔好怕醜，大家都係80後，係咪？好明顯啦。
九十嘅有啲啊，90 OK， 我啊最老啦，八十系嘛，大家嚟九十嘅 OK， 我諗去做一個旅攝或者即係去影相團，即係唔係去學校玩樂咧？選取嘅器材好緊要啊，唔係話真係你要揀啲好名貴或者好即係好似話我淨係拉架。我覺得係要諗一樣嘢，就係你要孭啲器材係孭十日。如果係好重嘅話咧，對你嚟講咧個壓力好大啊。尤其是雖然我哋話有車去到所有景點啊，但係好多時間我哋每日行上係四個鐘至五個鐘頭以上嘅。即係如果你孭一部無反，好似啊呢度冇啊，就四磅嘅，同我而家嘅所有器材都係得兩磅嘅話咧，即係每日嘅減磅嘅就係輕一半嘅。所以就大家可以諗下，如果真係做一個旅攝嘅咧，儘量器材度簡單啲、精簡啲。咁我最主要都係啊同人賣廣告啦，我用萊卡嘅相機，咁就通常帶兩部機。原因就係因為真係驚有部機突然間壞咗，即係都要有部試飛機，所以一定會帶兩個機身。咁就常用就35啦，50同21嘅，其實35應該係最常用啦。即係我諗人民攝影大家都知35mm 係最好用啦。咁其實你見我頭先大部分喺下邊 display 嘅相咧，我諗我八成以上都用35mm影嘅。咁會有支50會係影人像啦，或者會多支21係影啲全景嗰啲大，即係闊景啲就 wide angle。咁後備鏡28同190其實基本上我好多次都唔會帶啦，只不過一個建議俾大家可以即係諗嘅。咁當然啦，有人用低鏡反光機就一支變焦鏡28-70或者24-105殺曬，其實都可以嘅。所以器材度即係我諗要諗下點樣為自己舒服啲，唔使孭咁耐，即係唔使孭咁重，負擔太耐。